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安装乐高吃豆人街机103231音乐款灯饰套件。本教程分三段完成灯组的安装，你可以在软件下方调节适合您的播放速度。第一部分，检查零件的类型和数量，根据袋子右上角的标签确认数量。第二部分，测试每个零件是否能正常工作。使用电池盒需要自行购买3节7号电池。开始测试，测试后请将正常零件暂时放回包中。其他零件用同样的方法测试。如果您在测试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，请您及时与我们的客服进行联系。第三部分，跟随视频安装灯饰。拿出 A02551 COMP 暖白色灯带，拿出 A02513 COMP 冰蓝色灯带，
拿出 A02551 Pop 暖白色灯带。拿出四座扩充板，拿出 A01504 50厘米连接线，拿出 A02511 25厘米灯带，七彩快闪。
拿出 A025-165mm 暖白灯带，拿出 A025-365mm 暖白灯带，拿出 A025-16-15mm 暖白灯带，拿出 A025-06-15mm 暖白灯带，拿出四座扩充板，拿出 A015-03-30mm 连接线，拿出六座扩充板，拿出 A015-02-15mm 连接线，
拿出 A0150-25厘米连接线。拿出 A0190-6 音乐模块。拿出四座扩充板，拿出 A0130-5 组合装50厘米 USB 加7号电池盒。如果您在安装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，请您及时与我们的客服进行联系。安装完成，接上电源试一下吧。视频的结尾，我们给您展示了我们店铺其他款的灯饰产品，如果有您喜欢的，可去店铺进行购买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也很高兴看到任何意见和建议。